下一个节目是亲子同乐会。Hello， 我是欣姐姐。咁接下来我会介绍几款好适合2到3岁小朋友可以在屋企玩的小游戏。咁今日嘅游戏道具都好简单，分别有纸啦、笔同埋磁石。如果屋企冇磁石，都可以用水樽盖去代替。咁纸我哋会画上一个起点同埋终点，而内容我哋可以按照小朋友嘅程度去自由创作嘅。咁呢个游戏玩法好简单，我哋先将道具放喺起点上面。然之后用两只手指按住路线去到终点，亦都可以由终点翻到去起点。咁呢个游戏可以训练到小朋友嘅左右脑嘅思维能力同埋手眼协调。咁我哋可以先同小朋友练习简单嘅路线啦。咁路线练习好咧，我哋可以挑战难度高少少嘅。咁路线入边可以由家长随意发挥，但系左右嘅路线必须要相同嘅。工联最新 YouTube 节目阿贡 Channel 喺 YouTube 等紧你啦！记得 CLSS 揿埋个钟仔，留意我哋最新资讯。